开始咯。这个游戏叫做 Slayer Way Camp， 这是在玩什么？ No！ 这是类似解谜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它走路是照格子的，只能上下左右，然后撞到东西会停，这个意思。哦，这是杰森吧？你看，这是不是杰森？然后进入我的传送门。哦，片段完成了。第十幕中第二幕。这是不是要有点？哦，它有哦，这叫血管卡啦，有脚印啊！哭了！哎呀，我赢了！益智游戏，哎，好像还不错嘛，蛮可爱的。这游戏要钱？要啊 ，Steam 的啊。嘿嘿嘿，这蛮有趣的，后面应该会比较难哦。第三幕，这要我靠，这真难撸欸。死了，小女孩，你看她睡得正安稳，有没有被贴上去？贴中。哇，有钱拿，200块，不是，爽干，有趣，可爱，看他们如何逃跑。被干了！哦 ，shit！ 被他逃走了，没有赚到钱。我来干人了，他想吃披萨，还在泡妞，在滋妹。发抖中，哎，人物蛮可爱的，真的。好嘞，这边怎么撸啊？这关怎么撸啊？啊，这里啊，哦，要经过哦。妈的，瞧不起我的智商哦，刚死你！看一下，200块。嗯。哇，有不良少年在这边。卡住了，哈？我这边是完全卡住的状态，哎。哇！等等哦。往前要钱哦，对不起，我没钱了。这个是不能直接杀、啊，想一下。哦，这里的，这里。心爆，然后这样。
的声音。Gore-tastic。哦，大家看起来好 happy 哦。看一下，这里吧。No！ 哇，烧死了！他自己烧死的。嘎脆碰。我自己死了，哈！我死了还要播 Game Over Ending 音乐哦，而且这个 Ending 音乐还蛮好听的嘛，听一下好了啦。杰森升天了，干！我喜欢这个 Ending 音乐，好听。小屁孩是要留到最后杀吗？你们看他，超害怕的。人从这边，他都自己烧死。我来呀！Splatterlicious！ 第八幕啊，这小孩子就直接看到我了耶。喂，哦，他没有面对我，他不会吓到啦。我直接去撞他，我，哇，我就死定了。有没有别的法子啊？啊，这里这里。啊！好水哦，水哦。呜呼啊！第九关在六回合内完成。现在直接冲吗？啊 ！What the fuck？ 警察啊 ！SWAT 把我抓走了。干，这关怎么过？不能直接撞他。嗯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定要到这一格吗？三四，圣五哦，用右上角的石柱。哦，这里啦，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对啦，哦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杰森，感谢乡亲父老，各位兄弟姐妹。Excellent。最后一幕，一个洞。这往下自己都要见到你了，这样吗？喂！啊！哇，这死亡场面其实做的还蛮有趣的。耶、yeah, ！第一部电影完成喽。第一部电影看有成就，它叫做《林中小屋》啊，这三小还可以买东西哦，买东西。
就是啊，处决场面啊，这还可以自己制作各种不同的处决场面，1000块等等哦，空降拔拉好了，买啦。这是我解锁的东西。杀手可以选呢、欸，我现在是只有这只，这个叫骷髅头。电影，新的电影进来了，开始就可以开杀了。我刚刚打的是 Slayer Way Camp 第一集，然后这个是 Slayer Way Camp 第二集，按下去就可以开始玩了。哎、欸，好有趣哦，这个游戏，白痴白痴的，可是花花脑袋，其实不会很难啊。然后又可爱有趣，还可以自己买电影场景。怎样？下次再玩。今天玩了一集了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拍第二集。杀出，等下我看看这要怎么解释啊？狂杀营地，狂杀猛砍，暴杀营，暴杀营。这名字好白痴哦。下次再玩吧。好可爱的这个游戏。